我是沂南县铜陵镇阴山庄，我的家原先就都收了冰包，现在用了巧克力暖装了，养也好了，我为巧克力代言。我姓吴，来自甘孜甘县，用了这个巧克力两次解决了这个果树的黄化，我为巧克力点赞。用了咱这个巧克力这个肥呀，一个抗病能力强，再一个高产，高抗病，然后那个全程使用啊，咱这个巧克力，你看咱这个地产量到其他的肥料产量肯定是高啊。大家好，我姓李，来自赣州宁都，用了巧克力用了一次，抽梢很漂亮，效果蛮不错，我为巧克力点赞。我是阴山庄范王兴，我那个姜叫把子打了以后，用了巧克力那个化肥，那个姜苗也提起来了，也开脏去了，我为巧克力代言。